西南三味，今天教大家清蒸鲳鱼。买回来的鲳鱼在表面划上花刀，这样鱼会更容易蒸熟，保持嫩滑的口感。姜拍碎，葱拍碎，泡进少量的清水中，用力挤了汁液，将鱼泡进葱姜水中去腥。另外切一些姜丝和姜片、红椒丝、葱丝，用清水泡一下。鲳鱼放入蒸碟中，用两只筷子将鱼架起，这样受热可以更均匀、更快熟，保持鱼肉的鲜嫩。加入葱段和姜片，上锅蒸七分钟左右出锅。出锅后把姜葱挑走，重新铺上葱姜红椒丝，淋上热油和蒸鱼酱油，一条鲜嫩的鲳鱼便蒸好了。您对我们有好的建议，有喜欢的菜肴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。西南三味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菜，让家人忘不了家的味道。